条鱼，泰晤士河边上美美的吃着。吹风去吧你们，我们不咒你啊，就饿了风吃饭容易拉肚子，容易胀气。为了胜利向我们开炮，所以我们一定会输的。是去，对我们做我们该要做的事情吗？你是指逛街吗？我不会进行车，你们谁带我？问问司令啊。啊！我们胜利了以后，让我们一队放车。游伦敦看奥运，西游伦敦记。感谢猫头对我们节目的大力赞助，导演，我们今天的任务。胜出方啊，是我们 B 组啊。那么有点这个小福利，今天晚上我们伦敦塔桥附近泰晤士河边上美美的吃一顿。吹风去吧你们。然后飞到 A 组。吵吧。对。又是，我们二不快乐。对 ，A 组呢也是那个绰号二队，二队王云峰，你看他们吃。王晶晶大哥带的这队呢，我们呢也很轻松，我们运动时尚健康。下午呢，我们骑自行车走一圈马拉松的路线。遛弯是不是？对。关键是某人不会骑自行车呀、啊，有人说。不会骑自行车。要哎，金明，去给他。专门带着。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骑自行车。不是，我是诚心要跟王学兵老师还有李伟上演一段甜蜜蜜三角恋。哇塞。是 OK 好吧，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安排。好，导演，那我们出发了。OK， 大家出发。出发。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好运。拜。军官。哎，我也要哎。凭什么呀？我告诉你，实在是。那我还要哎。是赶紧走吧。走，我们先走。耶！哎呀，我好疼啊！太好了，我就说了嘛，为了胜利向我们开炮。所以我们一定会输的。果然是二队。是的，我们输了，怎么会输呢？他们作弊，有偏向。但是没事儿，我们是生活需要更多二嘛，我们享受的是过程。所以节目组也不算是惩罚了，我觉得赐予我们的是健康，是活力。对，而且其实在伦敦，我可以看到街头很多人在跑步啊之类的，他们都很生活，对，都在骑自行车。咱们那儿就有。对。哎，刚刚说完的跑步。但是啊，我们呢就不穿比基尼跟短裤跑步给大家看了，我们呢就是骑自行车，然后骑的这个路呢不是寻常路。是，哎，奥运会的时候马拉松的那个路线是从林荫路到圣彼得堡，到圣什么玩意儿？要到俄罗斯去。我骑不了。我们俩不去的。没有二到那个地步。我们是二，但是没有到那个地步。从。林荫路到圣彼得教堂，对吧？喂，哪儿？圣彼得。从圣保罗广场。我们是考验大家。广场教堂，不好意思。我们三个人说了仨字。来，我们这个路线呢是要从林荫路到圣保罗，再回到林荫路。那全程呢是4.2米公里。公里。2012伦敦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路线将会经过许多伦敦著名的景点和代表性建筑。比赛的起点和终点都设在美丽的林荫大道。出发后0.7公里就到达了特拉法加广场。广场中间耸立的纳尔逊将军纪念碑和雄伟的铜狮雕像，相信观众朋友们可记忆犹新吧。出发后1.3公里处可以看到古埃及方尖碑，
方尖碑是古埃及的另一件杰作，是古埃及崇拜太阳的纪念碑，是除金字塔以外古埃及文明最富有特色的象征。这座方尖碑是公元前1450年的文物，高21米，是伦敦最古老的室外纪念物。它最初是给埃及神和统治者的贡品。1819年，埃及总督把它赠送给英国人。1878年，用船拖回伦敦。行进到3.5公里左右，就会来到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是世界著名的宗教圣地，世界第5大教堂，最早在604年建立，后经过多次毁坏重建，最终由英国著名的设计大师和建筑家克托弗·雷恩爵士花费整整35年的心血，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建筑艺术杰作。这座教堂是巴洛克风格建筑的代表，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是4.7公里处会经过圣玛丽勒波教堂，它的名字来源于诺曼教堂的红形拱门，同样是由雷恩爵士设计建造。这个教堂上的大钟对伦敦人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上人们认为只有在听得见钟声的范围内叫声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伦敦人。运动员们完成5公里的赛程时，会到达伦敦市政大厅。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现有的建筑始建于1411年，数百年来一直承担着市政厅的职能。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在1666年伦敦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不属于教会的建筑之一。里程到达5.8公里时，将到达利德赫市场。这座市场有着数百年的历史，电影《哈利波特》中的对角巷就是取景于这个市场。如果有人告诉您，魔法商店林立的神秘对角巷原来是一个经营奶酪和肉类为主的市场，而巫师们专用的破釜酒吧其实是市场内的一家眼镜店，会不会让您啼笑皆非呢？伦敦塔堡伫立在距离起点6.9公里处，伦敦塔始建于1078年，总占地面积约为6500平方米，以及英王威廉一世、诺曼王朝、金雀王朝和都铎王朝的修建，完成了今日我们所见的伦敦塔堡。里面还珍藏着大不列颠王国的王冠宝石和皇家珠宝、皇家军械库和罗马要塞城墙的遗迹，其丰富的历史价值让它在198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7.6公里处是伦敦大火纪念碑，它的修建是为了纪念发生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和其后的城市重建。伦敦大火是伦敦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火灾，连续烧了4天，包括87间教堂、41家公司以及13000间民房均被焚毁，整个伦敦大约1/6的建筑被烧毁。伦敦大火纪念碑是现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单个石柱，总高61米，这个长度也是纪念碑碑座与布丁港面包店的距离。当年的大火就是在那里烧起来的。其后的路线还会经过伦敦眼、大本钟、白金汉宫等等著名的景点，然后回到林荫路。相信对于运动员和观众，这既是一场比赛，也会是一次丰富的揽胜之旅。我不会骑自行车，你们谁带我？可以啊。太吓人，假装我带你。我们做我们该要做的事情吗？你是指逛街吗？他们呢，路边吃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吹吹风，我说桥上很冷的。好好着凉。我们不咒你啊，这个饿了风吃饭容易拉肚子，容易胀气。那我们没有没有，他们那个也很好了，我们就看看他们呗。我们就不吃了，直接运动。哦，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在海德公园这儿租车呢？是因为林荫路那边，它租车的地方不可以刷卡，所以也就意味
这，我们比4.2公里还要再远。再远2公里。没事。健康吗？4.2，再加二呗，4.4。这边。这就是我们要骑的车。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下。这车比较特殊。我不会骑自行车。我们来。这辆车比较特殊。推呀、啊！你推我。你选一下哪辆车好骑好。这怎么可能是假装在骑呢？在那边拍呀、啊，在王老师。这怎么可能假装在骑呢？这树完全就没有动，好吗？用个软件记下了，好骑到远方。就是你如果车坏什么，你可以扛着。大风。可以，你可以推。哎，我坐在座上。我好奇。我真的不会骑，可能我会骑三轮吧。可以骑。Hello， 大家好，我是宋佳。大家好，我是高春来。搜狐奥运西游伦敦记，没错，现在我们俩在一个伦敦东区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商场，这个商场呢据说是为了伦敦奥运会然后新开建的一个商场。对对，然后呢在这个大型的商场的对面呢，大家看到没有，对面，对，那个像什么呀？那个像什么？像一个轮，像一个船。像个船，但是我听说好像是叫伦敦碗。对对。为什么叫伦敦碗呢？因为是代表伦敦的晚上吧。这完全是特别不靠谱的介绍，大家千万别听我们胡说八道。对对对对对，那个地方其实是这次伦敦奥运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场馆，据说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将在那里举办。对对 对, 对, 对，是今年的夏季奥运会。对对对，夏季奥运会。对对对。夏季奥运会。然后因为现在那里还没开，大家进不去，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个商场的一个角落给大家看到一点点。对，只能看到那个碗的半面。没错。对，另外一面看不到。是。以后有机会开幕的时候。是是。我们来的时候坐了多久车来着？大概有1个小时。对对对，挺远的、啊。挺远的，我都睡着了。哦。我都睡着，一开门就到这里了。嗯。然后呢，它是大概是在伦敦的东区，离市中心大概有15到20公里。嗯。路程还是比较长的。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要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坐地铁，因为第一它很准时，第二然后尽量快一点，可能会比坐车要稍微快，因为我们刚刚过来要1个小时的时间。对。然后我们讲了这么久，我们还是去，对，我们做我们该要做的事情吗？你是指逛街吗？对，你看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不逛街，那真的是白来这个地方。好吧，好吧，这个商场还蛮大的，我们接下来去逛一逛吧。好，我们走了。走。可以。我的胃有点疼，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胃。太好了，轻轻上，一触摸就可以了，他这个。选择语言，这个，嗯，哦，介绍一下，你选择阿拉伯语，萨瓦迪卡，这是泰国，你看，为我们国人准备的普通话，哎，哎，哦，这个怎么 ？Language， 普通话，普通话，然后我们带了哪一个？哦，普通话你都不认识的。你知道在英国待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子。对呀，好欠揍。插卡，插卡。没有，他还没有那个。可是他刚才都已经箭头。我们失败了，所以注定我们不用惩罚了。是吧，导演？
开始了。五十九分钟吧。确定，确定。自行车释放码。哦。我们输那个码就可以了。好。总共有。哦，大家记得要把卡拿出来啊，不要把卡留在里面。早就拿出来了。不是，有的忘了。但它这个设计的就比较好，你必须拿出来它上的那个什么。刚才想了一下，应该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码，这是一个可以租，这个一个码是三辆车的，是吧？22113。我觉得这个商场特别像那种家庭式，对，以前都是特别多一家的人在这儿吃啊喝，然后买完东西。对，它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风格的，比如说你在这边逛逛，你就可以到旁边去吃东西啊，吃完东西啊，然后休息会儿啊，然后。家庭购物房。哎，现在你在北京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商场？三里屯。对，因为我觉得三里屯还是一个就是年轻人去的地方，而且还在这边有那么多全吃东西的，因为是会比较方便。但是如果在北京的话，像在这种冬天的时候比较少，比较少，直接就是。锅子啊，你知道，就放到露天外面，这边就全是商品。什么国外都是那种露天的那种街边的小物店。对队还在征途中前进的时候，作为胜利的一方，一队队员们已经动身前往泰晤士河岸伦敦塔桥边的餐厅，
准备庆功晚宴了。伦敦塔桥是从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口断起的第一座桥，始建于1886年，将伦敦南北区连接成整体。这座塔桥也是伦敦的象征，有伦敦正门之称。伦敦塔桥是一座吊桥，外观采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哥特式装饰风格，桥基上建有两座高耸的花岗岩和钢铁结构的方形主塔，主塔上建有白色大理石屋顶和五个小尖塔，远看仿佛两顶王冠。两塔之间的跨度70多米，塔基和两岸用钢缆吊桥相连，桥身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宽阔的悬空人行道。由于建造时担心会对航运造成影响，车辆通行的下层被设计成为可以开合的路面，两块重达1000吨以上的活动桥面可以在1分钟之内向上折起，供万吨级的船只通过，之后桥身落下又可以恢复车辆通行。这座庞然大物自建成至今已经超过100年，平均每星期要张开10次，竟然从未发生过故障，让人不得不叹服，这是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好，我们现在终于从这个塔桥边上走到了我们要吃的这个非常好吃的意大利餐厅。今天我们赢了，我们刚才三个人开了一小会儿，经过他们的推荐呢，决定今天晚上的晚餐由我来点菜。小豹呢现在也迟到了，他的这个份额呢也来由我来帮他完成，尽可能都能做到大家满意吧。谢了。啊，这哪儿的呀？我们多仗义的。来，让我们喝杯吧。欢迎加入。我们胜利的一方，让我们一醉方休，是吧？那我们一醉方休吧。我虽然在你上期，但不太吃。呀，你怎么那么看上？对。今天我们来到了很有感觉的酒吧。Sorry, Dion.